节，今天要所带来的故事是太阳上的小猫。现在我前面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小朋友，今天大声点。
Thank you.
沈香妍、沈淑馨所带的《冰雪奇缘》。
今天呢，由我们在陆续是小火车做到的。光的粒子好丰富，来带我们大家一起坐小火车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编号10号来自2020
以及爸爸妈妈吴君林跟王玉。